逃婚？嗯，当今圣上下的旨意还逃？那太子我连面都没见过呢，万一是个糟老头子怎么办？你现在毕竟是太子妃的容易来非议。非议？啊？你这穿的未免也……你懂什么呀？只有穿成这样，才能让我这个太子妃来非议。原来是为了逃婚。走，说干什么？我听闻你这玉贵府啊，有京城数一数二的，找两个头牌，陪我喝个酒。如果非要美的话，你看我怎么样？多少钱一条？我也可以不要钱。那不行，你得要钱，你得往高了要。太子满堂，听闻这陛下王十赌九输，真好。可装身上差不多了呀。大玉未来的太子妃还不值钱吗？你是我。悬崖，悬崖行！血是你我，对于这么多，我压什么你摇什么，看我已经白忙活了，你们这么多钱。你说，您怎么算太子钱？当然算我的。陛下，大事不妙！陛下，当朝退婚，皇上这里听说有严惩陛下。